豉西翼、卷瓜、鹿耳、团鱼、黄鱼、精粮十年出进士。鹿耳、团鱼、黄鱼、乘马班家、比扣、分扣、女子精、不字、十年乃字。团是陈聚之意，班同盘相通的，意指回旋。字，女子许嫁之后举行鸡礼取表字。这只爻是阴，初爻是阳，阴成阳即是柔成刚，有所难，因为有所难，所以呈现团家、黄鱼、斑鱼这个不切之矛。初爻二爻相交，为明阳相交之象，阴为父，阳为夫，阴阳相交不是盗匪出来抢人，而是谈婚事。女子精正，不会匆匆嫁人，观察十年之后才嫁的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吕光居住了一个孙太学，屋企很有钱的，父母至少是中他的了，荒废学业。孙太学虽然一无所长，但生得很靓仔的。大了之后，成日游手好闲，寻花问柳，他的父母都由得他的。吴氏原本是大家闺秀，嫁到中落之后，父亲死了之后都没钱安葬，埋身去到清流。他生得身材高挑，皮肤很白的，个样似西施，好似蜜糖咁吸引咗啲蜂蝶，好色之徒蜂拥而至，都想同呢个靓女有一席之欢。吴氏虽然堕入清流，但都冇失去正正嘅品格噶，始至寻找良人，从良而去。嗰啲低俗好色之徒俾敷衍应付，嘥咗多钱。孙太学听讲清流嚟咗个绝色美女，以重金要求一亲相择，啱啱去过几次，吴氏都将佢当一般市长之流，去嘅次数多咗啦。吴氏直觉只要严加引导，孙太学系一个可造之才嚟噶，甚至嫁得过。吴氏借住其他客人，只系接待孙太学。孙太学得偿心愿，成为入幕之宾，见到吴氏嘅绝色美貌，言谈举止就好似大家闺秀咁样。吴氏引导佢嘅说话，佢从来都唔会围拗噶。孙太学为咗见吴氏，每次都用好多钱噶，保姆亦都为佢哋提供方便，两个人如胶似漆。萧金窝系英雄宠，孙太学好快就将家产耗尽啦，保姆又开始俾孙太学面色睇。吴氏用积蓄将自己赎出清流，嚟到孙太学屋企，应承如果孙太学成才，就嫁佢为妻。孙太学发奋读书，十年之后考到进士。吴氏经过十年的艰辛，终于同孙太学结为夫妇。明代大学者冯梦麟讲到呢件事，都惊叹吴氏守正，能够熬过十年咁耐。这个古仔讲俾我哋知，艰险奋进，困乏多情，奋斗过八千次，最终都可能好事多磨噶。好多人见到其他人嘅成功，以为唾手可得，完全察觉唔到明亮背影有黑暗。好多人急于求成，不择手段，结果身败名裂。世间上系冇不劳而获嘅事噶，劳而不获嘅就好多啦。成功除咗需要苦干之外，亦都系耐心等候噶。有一段时间做好一切准备，等候时机嚟到，机会只会留俾有准备嘅人嘅啫。准备唔够，机会嚟到一阵，亦都冇法子掌握噶。等候时间好漫长噶，期间出现嘅引诱好容易令到人放弃，坚忍不拔，所以成为笑到最后嘅人。喺家庭夫妻之间经常受到外家引诱噶，一旦把持不定，就出现婚外情。婚外情就好似黄老虎抢亲，好难处理问题嚟噶。如果冇解决方法，唯有等嘅咋，等时间去解决。苦后浪子回头一日，大团圆结局。喺职场劳资关系已经目中成可言噶啦，企业业绩唔好，裁员减薪系绝不手软噶。打工仔骑牛揾马，等待时机揾工跳槽，亦都属于正常。企业领导人要慧眼辨识，同公司尽心尽力嘅雇员栽培和安置佢哋合适嘅位置，公司需要健康成长嘅。喺国家好大喜功，只要掏空国库，换嚟大白象工程，冇法子善后。领导人要抛开只争朝夕嘅心态，用刻苦精神建设国家，最终必定有所成㗎。